先找找肩胛骨，三角形的肩胛骨，肩胛骨的最下面摸摸一下，然后找到肩胛骨的最下面，然后横线来的话，中间有凹进去的地方，那个是胸椎第七，找到了胸椎第七以后，左边右边有痢疾，这个痢疾的最凸起来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，痢疾的最高的地方。里面一点点默默的话有凹进去的感觉，对，这个地方是膈俞。